张宏恩代替遛狗交换口水晒恩爱。Walking, walking, walking, walking。 哎，牛仔狗在傍晚来到天母逛街，巧遇张宏恩带着老婆 walking， 顺便兼遛毛小孩。他们带着三只猫小孩来公园玩耍，好没礼貌，怎么屁股对人了？嗯，狗狗有乖有乖。喂，爸爸，快点快点，带我去找我的玩伴啦！这家恒恩也对友人的黄金猎犬爱不释手。我们家的宠物吃的比我们还健康，这么开心。他和老婆段宗轩结婚不到一年，还在享受两人世界，不及生小孩。挚爱毛孩如痴的他，工作空档除了参加动保团体的活动，还会捐赠大包饲料给流浪动物之家。没看到啊，走过来了。遛狗完毕后，夫妻俩买个甜甜圈，只二鲜。宏恩哥在店门外当看门狗，不是，人家是在等爱妻出来啦。这你吸一口，我吸一口，感情好好，羡慕你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